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十多年前，同寝室的哥们儿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他说自己掌握了一种扭曲时间的方法，现在就要实验。实验很简单，让我拿出10块钱揉成一团放在桌子上面，他再拿出20块钱呢也揉成一团放在桌子上面。我的手放在两团钱上面大概10厘米的样子，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面，然后哥们儿让我盯着他的手，他的手动了以后我的手才能动。如果我先抓住这30块钱呢就归我，他要是先抓住了就归他。结果一连试了好几次，我竟然都输了。我说你这是让我的反射弧变长了，我得完成眼脑手三个步骤，而你只用完成抓这一个动作。哥们说不，不是反射弧的问题，是我让你的时间扭曲了。然后哥们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他的时空扭曲理论，而我当天下午就跑去实验室，用这招赢了很多钱。这背后的原理当真是时间扭曲吗？我其实一直不太相信哥们的歪理邪说，但直到最近我又读了一本书，叫做《大脑是台时光机》，突然觉得哥们好像说对了，时间是乱码，大脑是显卡。为什么我们无法拍死一只苍蝇？为什么年纪越大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2013年，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K 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说不同的动物所感知的时间快慢也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打不死一只苍蝇呢？这是因为苍蝇的时间比我们慢，你的巴掌在苍蝇看来都是慢动作。再比如为什么你每次回家狗狗都会高兴的要死，明明你才出去了几个小时啊，狗狗却像好几天没有见到你一样。这是因为狗狗的时间比人类慢。有人说一狗年等于7人年，你外出上班10个小时就相当于狗狗在家等了你3天。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在 K 博士的研究当中也确实发现了狗狗的时间至少比人类慢 30%。 这个发现让 K 博士还想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什么狗狗不喜欢看电视。原来这和一个叫做 CFF 的指标有关，而这个 CFF 呢，正是 K 博士用来衡量动物时间的指标。原理大概是这样的，他们先训练动物看两个窗口，一个窗口上的画面会闪，一个不会闪，不会闪的窗口后面呢有食物奖励，这样就让动物慢慢学会了选择不闪的窗口，然后把窗口上的图像闪烁频率不断的提高，你就会发现图像闪烁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突然你的眼睛就看不到图像闪烁了，静止了，但事实上这个图像还在闪，只不过闪烁频率超过了每秒60次，人脑就无法解析了，会自动把它脑补成不闪的样子。这其实就是电视的工作原理，你看到的电视画面都是一幅一幅快速闪过的连续画面，一旦到达每秒60次，你的大脑就宕机了，把闪烁脑补成静止画面了。所以每秒60次闪烁也就是60赫兹，这是人脑的临界闪烁频率，简称 CFF。 而狗狗的 CFF 呢，80赫兹，也就是说电视画面按照60赫兹工作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很舒服，而狗狗看见的却是一闪一闪的画面，非常难受。这个感觉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现在你看到的是30赫兹的频闪，再加上未来狗狗看我们的24帧60赫兹的电视节目，它就会觉得和你用垃圾显卡玩游戏一样，又卡又闪，这怎么玩啊？所以每当你看电视的时候，狗狗就会从沙发上溜下去，其实它心里在说这帮沙雕人类对这个又闪又卡的镜子傻笑什么了。继续研究， K 博士发现为什么不同的动物会有不同的 CFF 值呢？这其实意味着同一秒的时间之内，不同的动物大脑接收和处理图像的速度是不同的。如果 CFF 值越高，大脑处理图像的速度就会越快，同时大脑对时间的感知也应该变慢。换算一下，人类的60秒就应该是狗狗的80秒。当然这只是从 CFF 一个理论指标估算出来的结果，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狗狗感知的时间到底比人类慢多少，但肯定是要慢。也许一狗年等于7人年这个说法没有错，狗狗用它的10年狗生陪伴你，和你过完整个70年的人生感觉是差不多的。继续测量， K 博士发现松鼠的 CFF 值有108赫兹，时间比人类慢了1倍左右，而海龟的 CFF 值呢只有14赫兹，它的时间只相当于人类的1/4，它过4年的感觉和你过1年的感觉差不多。看来大自然是公平的，
别看他有200岁的寿命，但感觉上和你的50岁是差不多的。再看苍蝇，他的 CFF 值竟然高达240赫兹，这意味着他的时间比人类慢4倍。你挥手打他的动作，在他看来真的跟树懒想要打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K 博士提供了这样一组对比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最终 K 博士在论文里总结，小动物的 CFF 值普遍比大动物要高，这让他们拥有了子弹时间，可以有效地躲避伤害，符合进化规律。同时小动物很可能会利用这种扭曲时间的效应做一些加密的数据传输，比如萤火虫，它们的闪光信号在我们看来是忽明忽暗的，但是在萤火虫之间，这个忽明忽暗可能就是超高频率的闪烁，正在用这种闪烁疯狂地传递信息。研究到这里， K 博士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了皮皮虾的进化难题，那就是这个虾爬子为什么要进化出16色的变态眼睛。原来他们所在的时间维度和我们真的不一样，他们的一秒钟没准相当于我们的1分钟，我们以为他的幻彩装甲只闪了一下，说不定这一秒钟当中他已经向同伴发出了几百兆的光学信号。那这么大的光学信号当然是用3原色的眼睛不够解析的，必须得用16原色来处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毛皮皮虾可以瞬间拔刀出鞘入鞘，为什么锤子皮皮虾可以光速出拳，在水中打出比太阳温度还要高的冲击波。看来它们真的和我们不是一个次元里的生物。关于皮皮虾的超能力，可以参考我们原来这期节目。 K 博士的论文发表以后，很快又有人把这套理论套用到人类身上来做实验。人类当中那些过目不忘的天才，或者那些骨骼清奇的格斗专家，是否真的比普通人拥有更高的 CFF 值呢？麦克哈尔曾经是一位职业的棒球选手，他说很多职业顶尖选手在击球的那一瞬间都会感觉到球在接近他们的时候突然变慢了，这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在击球的一瞬间调高了自己的 CFF 值，让时间变慢的结果。现在哈尔是爱丁堡大学的棒球教练，同时也参与了很多时间感知相关的实验和研究。他还认为除了那些天赋异禀的人可以让球变慢以外，其实普通人也有这种超能力，只不过我们不会激活而已。他训练棒球运动员的时候就会用一套辅助方法来帮助他们激活这种超能力。这个方法我们非常熟悉，竟然就是中国的太极拳。故事分享到这里，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顶尖的电竞选手为什么一定要用144赫兹的显示器比赛？原来他们都是一群天赋异禀的高 CFF 值人群，他们的眼脑手真的比你快，你看60赫兹很舒适，而他们看60赫兹呢，真的是跟不上他们的意识啊。所以各位想成为职业电竞选手的同学们，可以先去测试一下，你看60赫兹的显示器如果和144赫兹的显示器没有什么区别，那就赶紧放弃吧。你要是投身职业电竞的，那么即将面对的会是一群能够在团战微操的时候瞬间拥有子弹时间的怪物。但是话说回来，麦克哈尔训练棒球运动员的方法是否也可以运用到电竞选手的身上呢？这个课题各大院校的电竞专业不妨研究一下。哈尔把太极拳训练方法叫做慢快跑，他认为太极拳的慢感觉其实让人脑进入了一种欲，这种欲可以激发你大脑扭曲时间让球变慢的能力。想想看，这不就是远古道家说的以静制动，以快制慢吗？真的太玄幻了，太极拳、子弹时间、人脑扭曲时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但是还真的有科学家用实验验证过这些主观的感觉。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把志愿者吊上一个15层楼高的天台，地面铺好缓冲装置，然后突然松开挂钩，志愿者从高空坠落。在坠落的过程中呢，志愿者要盯着手腕上一个计时器，计时器上的数字闪烁速度是正常人无法看清楚的，但是如果在高空坠落的过程当中，大脑的子弹时间被激活了，时间被扭曲变慢，那志愿者就应该可以看清计时器上的数字，结果会是什么样咯？在揭晓答案前，我们先来看看心理学家对子弹时间的研究。心理学家说，在生活当中你也一定感受过子弹时间，比如爱因斯坦讲的那个段子，一分钟到底有多长，那得看你在厕所外面还是在厕所里面。其实心理学家也早就发现了，
紧张、恐惧、痛苦等等心理感受是会从主观上延长时间知觉的。比如你看恐怖电影就会觉得电影特别的长，坐过山车你就会想怎么还不停下来啊。甚至有心理学家认为，那些有濒死体验的人总会描述生前的很多人很多记忆都在脑海里像电影一样播放了很久很久，但事实上呢，抢救他们也就几个小时而已。但是这种对时间的主观扭曲是否能在客观世界当中重现呢？大卫的坠落实验就是想验证这个猜想。坠落结束后，大卫会问志愿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刚刚觉得你落下来用了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看清了计时器上的数字？结果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志愿者说出的时间都比实际的 2.6 秒要多了两倍左右。看来高空坠落带来的恐惧真的让他们的主观时间变慢了。而第二个问题呢，所有人都表示并没有看清计时器上的数字。这似乎又在证明，这种人脑对时间的扭曲只存在于主观当中，并非真实的客观感知。后来神经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奇异效应，还给出了激发奇异效应的原理，那就是当人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候，主观时间就会变慢。为了验证奇异效应，科学家又在精神分裂患者身上重复了这个坠落实验，结果发现他们的时间并没有变慢。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病变了，他们无法排除干扰集中注意力。故事分享到这里，似乎又有一个生活谜团被破解了，那就是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注意看画面里有一只可爱的猫咪，接着它开始闪烁，请不要使用倍速播放。你刚刚看到了什么？是不是一只怪兽？那么你认为是怪兽闪现在画面上的时间长，还是猫咪闪现的时间长了？假如猫咪的闪现是一秒，那么你认为怪兽闪现的时间是多长？请先用纸写下来，我们稍后公布答案。这个实验就是著名的猫咪实验。是这位特教授设计的，他也帮国家地理栏目做过街头实验。摄制组来到了一个骑牛比赛的现场，比赛结束后呢，热心观众可以和冠军牛仔合影，然后摄制组请那些热心观众来选照片，照片会一张一张的跳过，就像这个样子。但突然照片里会闪出一张美女，或者闪现出一个肌肉男。摄制组假装这是设备故障，但选完照片以后呢，他们会询问刚刚的热心观众，你觉得刚刚那张美女和肌肉男闪现了几秒钟啊？答案是三秒、四秒，也有说两秒的。但事实上呢，这里的美女、肌肉男和前面的怪兽是一样的，闪现速度都是一秒，而且猫咪和冠军照片的闪现速度也都是一秒。看看你刚刚写下的闪现时间是否比一秒长。这就是外力扭曲时间的原理。科学家发现，只要控制你的注意力就能扭曲你的时间。为什么小孩感觉时间过得慢，但后来年纪越来越大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这其实就是注意力和大脑 CFF 值降低的双重作用。比如科学家们观察到，婴儿和儿童的眼珠子是转得特别快的，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大脑成像的速率是非常高的。而到了中老年呢，眼神会变得越来越暗淡缓慢，这可能就是大脑成像速率降低的一个表现。同时婴幼儿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多干扰，他们的注意力不容易被分散。而成年人呢，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我们的注意力被微博、微信各种杂七杂八的碎片信息分散，这就导致我们感知的时间变得飞快。一方面是注意力不如从前的，另一方面也是大脑成像的速率在自然减弱。所以理论上，别看古人一生才看几本书，一生只爱一个人，但是他们的专注让时间变长了，他们所体会到的知识和情感真的不是我们能超越的。我们是被信息洪流淹没的一代人，也是被时间快速抛弃的一代人。想要留住时间，不妨尝试远离刷手机，开始静下心来读一本很厚的书。不管多么难受，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进入到书里面去把它读完，一点一点克服脑海中分散注意力的念头，相信你会找到童年的感觉。回到最开始的那个抓钱实验，这其实真的是一种扭曲时间的技巧。
比如国家地理栏目也做过这种街头实验，普通人先是信心满满，觉得魔术师肯定会输啊，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可能获胜，于是他们怀疑魔术师是练过，手很快，但是换上一个小女孩，所有人还是无法取胜。这其实是一场注意力的游戏，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对方手上的时候，你的时间就变慢了，而对方的注意力很分散，他的时间不会慢。还比如现在街头很流行这种抓木棍的游戏，也是一样的原理，在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真傻，这都反应不过来，而当你真正站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的注意力被集中了，时间变慢了，想抓住那些快速落下来的木棍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玩这类游戏的秘诀就是不要集中注意力，进入一种神游的慢状态，不要盯着魔术师的手，用余光看，凭感觉抓，你就会发现魔术师真的赢不了你。我们再将视野扩大，前面我们说过各种各样的动物超能力，总结起来就是大自然当中除了人类都是外星人，那人类凭什么能够统治蓝星成为恐怖直立猿呢？其实这就是神经领域的最新假说，也就是大脑是台时光机这本书当中提出的哲学思考，人类的超能力就是我们这颗大脑能够穿越时间。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人类学家说，我们也就是人科人属智人种这个动物已经是地球上仅存的人类了，在我们之前至少存在过15种不同的人属动物，比如200万年前就会制造石器的能人，100万年前就会使用火种的直立人，70万年前就会盖房子的海德堡人，45万年前就和我们一样聪明的尼安德特人，他们会佩戴首饰，懂得艺术，还会埋葬同伴，甚至也有烟瘾，而且比我们还要强壮。但是其他的15种人属动物全部灭绝了，今天只有我们这个20万年前才突然出现的新手变成了恐怖直立猿，统治了蓝星。这背后的原理其实和大脑穿越时间的超能力有关。我们原来聊物理学家的时空观的时候提到过，亚马逊丛林里有一群没有时间概念的阿蒙达瓦人，他们让物理学家了解到时间是一种幻觉。而这一次呢，人类学家又在亚马逊丛林里发现了这样一群没有历史的皮纳汉人，从来不总结昨天的得失，更不会为明天做计划。比如人类学家说，农业就是一种时间的穿越，别看春天播种冬天就有粮食吃了，这个概念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发明农业这必须要求我们的大脑能够在时间线上来回跳跃才行。首先我们的大脑得穿越到过去，体会到冬天挨饿的感觉，然后我们的大脑要再次穿越到未来，脑补出未来的场景，那就是如果我们在春天不做点什么，很显然到了冬天又要挨饿了，很难受，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必须在整个时间线上不停地跳跃检索，对比各个冬天和春天的情况，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比如某个春天不小心扔了几颗种子在地里，到了冬天这片土地上竟然发现了粮食，那春天扔种子和冬天有粮食是否有关呢？互相交流，语言一顿沟通以后，大家在自己的脑海时光机当中不断地检索这个现象，于是很多个大脑集体穿越以后解释说，想要在冬天不挨饿就得在春天撒种子，这样农业就被发明了出来。故事还没有完，冬天过了，我们的大脑还得再次穿越到更遥远的未来，预见到我们的后代肯定也需要春天播种冬天不挨饿这种记忆，于是我们就把各种后代可能会用到的记忆全部写成书，隔代传授下去，这样人类文明也就诞生了。如果没有文明的传承，那么即使你发明了农业，这辈子没有饿死，但是你终归要死啊，死了以后你的后代要每次都重新发明一次农业，然而这些重新发明的过程当中，没准哪次就全部饿死了，种族就灭绝了。所以科学家把这种超能力叫做精神时间旅行，人类独有，而且究竟要在时间轴上朝着未来走多远，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也是有差别的。比如皮纳汉人，他们就从来不储存食物，从来不为未来发愁，一次绝对不会做超过一天以上的计划。而我们中国人呢，总是在以史为鉴，总是在畅想星辰大海，可能就是这种超能力太发达导致太辛苦的原因吧。这就是我们的大脑不仅能够控制时间的快慢，还能超越个体
在集体祖先和后代的时间轴上来回穿越，所以我们最终学会了用语言来描述一些虚构的概念，学会了为了一个将来可能会实现的目标一起合作，这最终让我们统治了蓝星，成为了恐怖直立猿。什么叫做虚构的概念呢？比如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为什么我给你这张纸你就能给我肉？这是因为我们共同相信，你今天给我钱我就会给你肉，明天我再把钱给你，你也会给我大米。但是就当我们以为这种超能力必然让我们永远统治蓝星的时候，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更恐怖的真相。前面我们说信息洪流淹没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的时间过得飞快，其实这些信息洪流也正在封印我们大脑穿越时空的超能力。比如不停的诱惑信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短视，为了毫无意义的商品变成月光族，拒绝生育，追求享乐，甚至迷恋暴饮暴食的快感，而忽略了长期的健康。更是到了最近几年，在短视频轰炸下，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读书的能力，于是祖先们写在书本里的记忆也成了被封印的知识。即时满足的诱惑彻底击败了延时满足的好处，慢慢的我们正在被封印在永远的现在当中，就像皮纳汉人一样，变得不懂得为未来发愁。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元宇宙当中，就像瓦力电影当中描述的一样，连农业是什么我们都无法理解，然后再变得和我们那15个已经灭绝的直立猿祖先一样。这会不会是一场阴谋了？就像我们在25号宇宙中说的那样，有一群企图统治时间的魔王已经给我们装上了奶嘴乐系统，用奶嘴和娱乐让我们沉沦，他们正在用奶嘴乐消耗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封印我们的大脑，就像那个抓钱游戏里的魔术师一样，让我们盯着他的手，盯着他给我们的垃圾信息，然后悄悄拿走我们手底下所有的价值，甚至还想把你装到元宇宙当中，直接变成一颗无体的电池，被无情的榨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又用一篇奶嘴乐爽文成功骗取了大家20分钟的注意力，